这个菜这儿些还不是都好看哟。来，拿过来，上个老师学学，上个第一分。真的？记不了。第一分。你这个神不神的球？开玩笑，大夜班事情闹，可能很久都转不进去。你上个螺丝都是斜的。上人家教的。是，上人家教的。这之后灯儿还少给它搬开点儿，点起才更好看。这你去茶几搞一下看，开灯一射。这个插板不得行。这是哪儿呢？这是圆的，这不得行，这个。这啥子灯呢？重新买个插板嘛，你说噻。买个带圆孔那个。我就买个那插板回来，等于早晨了，你也做点明点来吃。有饿了吗？啊。要得要得。都吃面了，我一下都煮了哈。耶，包大爷，你要回电工啊？原来这儿做插板。做个插板。等等。哦。有没有小眼看？耶。原来菜刀跟灯笼那些一挂起来，一个哈子那么啥子，硬都来过噶。姐姐，你看这个好看不？这个好看。这个好看噶？哎，这个品类好看。中午二点，走，灯笼炒点点烟。你先把它弄回来，磕着把那些所有的弄过来，弄过来看。我先提到来。我喊你磕着提到。王医生，你顺便带把面条出来哟。把料嘛带过来了。小米调料，一锅碗来一包，刚刚好。这汤料包，吃不到的拿来可以少放点红油。一锅碗头再来点葱花、香菜，再来点烧开的水。哎，我倒点面粉哈。我跟那儿嘛要的，来点菜叶叶。包大哥的少了点菜，而菜多好像他要了。把面下下去，这管长期的都看不到开，嘎。让我看看这事儿，就是你等一下哈儿嘛，这外头没得茶了的啊？你等一下来弄嘛，来把面条那些弄茶来。等一下要爬，好了，你去吃去了，快来，快吃茶来，你两个。很久啊，都不好吃的。这个碗够噻，包大哥。够，吃饱。这。我这说这么大一碗嘛，是多少个丢两根就是我自己吃饱东。是再来点回锅肉，煎几个鸡蛋，煎两个鸡腿。你菜刷面条就是给两根了，你还想加鸡腿，还想加鸡蛋？那些吃下去。你要不要加点麻烦？这个可以哟。多拿包出来嘛，顺便偷两个给我。我没事。哎，行了，我要放在这儿。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容易的。好好好。一半就行了。哇，好多干！这个硬了，这叫中，那不就是在叫，再叫不叫不硬了？就是着急都过年的。现在随便整包料，就煮一大碗面条哈。啊，你早晨家煮一包，还做方便。就呀，你把水烧起，要不然你整个白锅呀的话。明天煮不起就是。你够吃不？问你吃不吃完？吃得完，够吃。我说你吃不完嘛，剩个点可惜啊。半你吃两根的话，我倒是吃饱了。吃的面条，你这叫唤啥子嘛？我还不够啊，给我妈丢一坨给你嘛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快快快快。你老板儿。爱你那哈儿啦，那大子他就留着给你。他不喜欢你的哈子，那都不够。